最后一个交给我了吗？没错。走吧。嗨嗨，我是雪兔，今天邀请到了我的师父阿神，跟着我一起来看能不能一次就通关这个百层啊。当初啊，我在玩 Doors 的时候，阿神就有在讲说，你要不要来跟我玩啊，我有通关哦。不问还好，一问我就难过啊。上一次呢，虽说雪兔是有看到 Doors 的结局，可是那却不是雪兔自己去破的结局、我现在才看到后面有根眼睛啊，但没关系，看这次能不能跟着师父的脚步一同突破这个 Doors 100层吧。如果各位喜欢这系列的 Roblox 影片的话，给各位5秒钟的时间，在下方点个喜欢与留言，超多人喜欢的话，下一集马上就会在中午12点就蹦出来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师傅，你上次说要带我走百层啊？没错，我要带你走百层啊！你是真的每一只都已经算蛮熟悉了吗？略熟，略熟。可是我看你上面只死三次哎！因为我都不会死啊，我都开分身来了，我怕那个你看到我本尊那个死五千次，你会吓到。那也是蛮厉害的啊，死五千次我就觉得算是蛮有经验了。这边他一次可以12个人，也太多了吧 ？Yep， 大家大轰趴哦，要进去吗？你这只角色比你那个主账号还可爱，是啊，蛮可爱的啦。是不是小丑女造型吗？我要买个手电筒哦，买东西。我想想看哦，我什么东西都买不起，没钱还瞎拼啊！快给我离开，我要按一了。我就是个穷鬼啊，没钱还在柜姐前面在那边看里面的东西。好了，来了。哦，金丢金丢 ，OK、欸。哇，你直接拿了就跑了。要，钥匙在这。你刚刚听到我叮叮叮叮叮叮叮吗？哇，你开得很熟悉耶！抢钱嘛，老熟了，开得相当的熟悉耶！开门！哇哇哇！现在是飙车啊！我们老熟了，这的确是不用啦。我上一次其实是我有看到结局，我有看到结局，因为那时候是绿茶跟我玩。我们两个人都花钱续命，但是我还是死掉了。哦，所以最后结局有到就对了，有看到，可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，到底是怎样子？ Okay. 你知道这游戏有一个特殊隐藏的世界吗？世界叫传说中的 A60。A60？ 为什么会叫 A60？ 没有听说过啊？没有。找到钥匙，它是一个神奇的隐藏世界。等一下带你去看看，我们到第60关。看一下下，该不会是要拿那个骷髅的钥匙吧？没错，正确。我第一次在玩这款游戏到那边的时候，我有误打误撞想250块钱也太贵了，但是我有钱我买吧。那把钥匙呢？可以开一个房间，是那个是有一个植物的地方，它会帮你补血。然后另外一个房间呢，是一个隐藏的道路。哈，我只有看到房间而已耶。对，那我等一下告诉你说还有一个神奇的房间。啊，有，我开了，我把门我开起来了。OK， 我在楼上等你。我先你这家伙，我等你好了，我怕等下召唤出怪物，然后你来不及。冲啊！我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真理之眼，非礼勿视。他扣血，我记得扣的满。哇！我看到马上，马上那个告诉你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他，可是他就这样消失了。我也没因为我已经到了，可能是我已经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猜。我告诉你有个诀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。你靠近，但是不要太靠近。听到有奇怪的声音，就是代表是假的。我听听看。假的！你个贱人！我都叫你不要太靠近你，你为什么冲那么快？我刚刚都跟你讲假的。什么叫做不要太靠近？什么叫做不要太靠近？我都停住了，你就要知道就不应该往前走，要进去了，就不应该要往前走了，好不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被骗了。没有，你没有被骗。是你要先听我把话讲了，你要那么冲。什么叫靠近听一下啊？一靠近就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说靠近听一下，没有叫你冲进去。我没有冲啊，我没有冲，我只是在看而已。可是照我们这种进度，你等下零钱都要给我，不然我们凑不到250块。干！靠背哦，看到蜘蛛啦！上次我玩的时候就有人很靠背，他就在噗呲超大声，也超像噗呲啊！不是，我刚刚看到，刚看到蜘蛛哦，是蜘蛛哦，我还以为是噗呲。蜘蛛是真的没想到，
哦，你跑很快，我们要冲250，不然我们进不到那个神奇空间。你今天想要看结局还是神奇空间？神奇啊，不行，你拿，我这边有一二，我这边有125了。我们要凑到，我们要在53关前凑到250块。你现在有多少钱？110块，真理之眼哦。非礼勿视啊！我又看到钱了。这真理之眼是只要到下一关它就会消失了。没错，真理之眼只要到下一关就会消失了。闪喽！我到远一点的，这个近的给你。近。OK。黑色的叫冲击，绿色的叫什么、啊？绿色叫 ambush 埋伏，因为它会来回。这个眼睛不小心看到它的话，就会受伤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，哦、你可以盯着它看。这个、可是翘鼠有两个吗？完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进不到那个神奇空间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。改天我140块钱，我不能转账给你。对，我现在240了啦，我快可以250。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那我们要有两个翘鼠，它现在只有一个，就是它那边只卖一个而已。就是如果我们要的话，要两个，就看路上能不能捡到、啊。很难欸，翘鼠。左边。你竟然跑得比我快！有吗？我只要看到门先开起来，就代表你跑得比我快。是吗？我跑得比你快吗？我现在可以边玩边捡钱了，好好笑。啊，在这边我没办法欸，在追逐这段期间我不行，因为已经太习惯了。42关，所以只要我们在这路上捡到一个撬锁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要有一个就行了 ，Only one。但现在已经45关了，我们在53关，要多看一下那个柜子。哇，我们没有找到半个撬锁，有点尴尬。哇哇哇，来吧！啊，听说好像一定有柜子，它才会出现。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复数的人之后，我这一个就没办法那么好看到就是书本的地方了。我明明一个人玩的时候我看得到。去拿我们的魔法小纸。要星星叉叉四边六边三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唯一找到的是一个五边，好笑。你是人多，他就不会提示你吧？猜红谁？你有没有在找啊？不是，我真的看不到，不是我没找，是我真的看不到。红鞋，你看我找了多少了？先过来，先来我这，来我这。我在你旁边，跟我走哦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无敌点，在这里。好，不要动。你确定？没错。我已经玩透了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密码多少？368。5、3、3、6、8、5、3，开喽 ，OK， 玩透，厉害吧？猛耶！钥匙，一个撬锁。好，那么至少还要再捡到一个，不然无法度。啊！你知道可以有那给他钱，然后他会很开心哦。然后还有成就哦，有 ，Please donate。之后你去 Please donate 里面，你会有一个 Doors 的那个，哎呦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房型，你会有一个 Doors 的再闪喽，哈，准备喽，先生，快过来，蹲下，好像没事，没有， okay, 刚夹闪了，56，哎呀，完了，我们就缺一个撬锁，哎，好惨哦，看样子你只能够下次跟你的兵友一起去看看了。也许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也说不定哦。电池。No。来这边，这间房间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进去看。哇哦！走到底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上次是啊，是这里啊。没错，在这里你要把它给打开，可是你要先去到下一间的房间才有办法开。你可以下次跟朋友一起去。要医院那边就对了，要从医院那边。不是，下一间房间会有个开电闸的，这里。但他因为都会出现，靠，干嘛？没有那个是，他直接在我脸上，他直接黏在我脸上，我操！你只要看到这个有电闸房，要么就是电闸房的下一间，要么就是电闸房的上一间，找不到哎、欸。
镜子啊。对啦，然后我们再往上走，然后再往回去之后它就开了。哎，你好熟哦，天哪，是不是一点都不恐怖啦？你看开了，然后我们走到底，哈啦。哦，你哦，这里面的空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好奇吧，下次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看吧。那你啊，你真是没钱吧？你那时候应该就要先买个跳锁了。对啊，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是用分身跟你玩的。那你的本尊在干嘛？本尊在忙啊，Simulator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第我有两个了，懂吗？没想到居然给你搞到了，太神了！最后一个交给我了吗？没错，走吧。这是什么神奇的？哈，结束了。没错，恭喜。哈，就这样？还没有 ，continue run 啊，有看到吗？那他会接下来会从哪边开始？什么鬼东西？这里是什么鬼？欢迎光临 The Rooms， 十块钱，很便宜。What？ 欢迎光临。这是什么会客室？然后我们这个绿色的可以用摇的哦，摇的。哇塞，手摇，哇，手动的手电筒啊！是的，这里有一点像是 SCP 耶。我现在很小心，该不会这就是 The Doors 的另外一个要破的100层的地方吧？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个神奇的空间，它不只有100层。你说这里啊？对，猜猜看它有多少层？那就101了。还有1000层。啊？那要怎么离开？走到1000啊？不是吧？我可以跟你讲一下，这边有三种怪物，三种怪物呢，分别叫做 A60、A90。A120，那他们分别是长什么样子，或者是怎么攻击啊？你我要直接爆你雷了吗？你可以讲一下啊。我们现在是师傅带徒弟，不是叫徒弟去死，然后累积经验呗。也是啦，这也是我第二次来而已。所以你上次有死掉啊？还是你走到1000了？我走到100多一点点。先跟你说 ，A 六十呢，听到声音一样躲柜子。A 九十呢，是它瞬间出现在你的画面，会有个噗噗噗，然后出现在你的画面上，你的键盘花束都不能够动。OK， 不然你就会受伤，会扣你90滴血。这是 A90。A120呢，是它会从前面往后走，然后会有点像 ambush， 会来回，所以就要躲柜子。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躲柜子是永久的。然后我们其实不应该一直拿这个手电筒。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开始慢慢变黑了。1000层，谁走到1000层过啊？大概需要花2个多小时。太久了啦！最快是1个半小时。你有打算达成这个成就吗？我有想要直播，但我想找一些人一起来。他其实这个比较适合 solo 啦，因为柜子有时候不够多。但如果你有兴趣想挑战看看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挑战看看。可以啊，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时候玩这个1000。我要等那个我的 Doors 内部破3万，现在2万多了，看大家要不要破3万。哦，各位赶快去点啊！对，干掉我！我吃什么 ？Gas！ 我不小心吃了那个药物。没关系，那我顺便告诉你一下，那个 A60、A90、A120啊，不一定会在他们的楼层就会出现，他们可能提早。我们到 A60 嘞，差不多快出喽。那120的是什么？从前面啊，一个前一个后。A60差不多出来喽，来了，进。这是 A60， 但有时候 A60 跟 A90。会一起出来 ，A90 出来你不能动，但 A60 你要躲。哦，那这边有中继站吗？没有哦，死了还不能复活。是啊，它是到差不多约莫那个层数就会开始出现，是不是？来喽！我怎么找不到可以躲的？对，他可能提早。你怎么听到啊？我都没听到哎、欸。你声音开太小声了吧，孩子。因为我怕那个、啊、杂讯，救命！到 A90了，差不多了，随时可能会出现。来喽，很好，超快、欸、那个是来了，没动。进回来进柜子，听到，进柜子。干什么啊？我进到蓝的，你死了，死掉了。
来回正。我刚好碰到烂的，我刚才知道说，哎、欸，他好叫这两个一起耶。没错 ，gank 啊，被 gank 掉了，我还活着。哦，我说我要就死掉了吗？您就看下一只是什么，直接说再见吧。我们下次直播见了。没问题，拜。等你结尾啦。哦，那各位非常感谢这一次阿神过来带我走这个神秘的空间啦、啊。想要看到我们把这一千层走完的话，赶快去阿神的那个 Doors 的影片按爆他的赞，30000赞就会直播这一个。届时我们应该组个四人团应该可以吧？可是我觉得四人团够吗？对，我认为很难呢。2到3应该是极限，二的话是比较保险一点。我要死掉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死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那下次再找阿神再玩这一个 Doors 再直播见啦，好不好？你各位。